開調查發現咧，本嚟被告女子咧同一三名嘅女受害者喺上面住咗大約係一年左右，而嗰女子嘅丈夫咧已經係分居咗一段時間。我哋嘅調查相信案件係牽涉家庭嘅感情問題。無論一個細路仔係幾多歲，你如果突然間個法官判俾男方又好，判俾女方都好咧，對個小朋友個發展唔係最好嘅。所以近年咧興咗一啲叫共同嘅撫養權。咁但係點咧？我哋講翻歷史啦，過去咧好多法庭咧就覺得，如果判咗俾女方咧，女方因為識得照顧啊，即使佢冇經濟能力，但係佢同時間佢可以申請公援啊嘛。問題出現啦。男方每個月咧就要俾赡养费啦，个赡养费唔系净系供养个老婆，你要供养个小朋友喎。咁所以通常咧，好多人咧就攞个小朋友嘅抚养权咧作为一个所谓遗言书啊，对个男方嚟讲咪造成好大压力咯。所以出现咗好多家庭嘅问题就系咁啦。